那么伟大，所以我应该学菩萨发这样的心啊。所以菩萨成就如是精进，怎么样呢？如果有人说无量无数阿僧祇世界众生，你菩萨能够为一切一切众生，以无量无数阿僧祇劫具受无则大地狱，我就无间大地狱，每一个众生你都替他受无量劫时间的无间大地狱苦，最后呢令彼众生究竟涅槃，你做得到吗？复有无量无数阿僧祇佛出生在这个世间利益众生，令无量无数阿僧祇众生受种种乐，已经有很多的佛出生在这个世间，让所有受苦众生离苦得乐了，那你仍然在受大地狱苦，然后呢所有众生都离苦得乐，你才成佛，你做得到吗？所以菩萨答言，我悉能为尔所世界，我一切我圆满可以为所有世界一一众生受无则无间地狱大地狱苦，乃至所有佛畜生让所有众生都得乐了，我那个时候都还在受苦，只要有一个众生没有离苦，最后我当成无上道，这是每一个菩萨都要发的愿，就像类似地藏大愿一样，只是地藏大愿跟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愿又不一样，地藏大愿比较强调他下地狱帮他们受苦，但是释迦牟尼佛比较发什么，我不是下，我是替他们受苦每一个众生受一次乃是十劫的无间大地狱，我都一一为他们受苦，让他们都离苦，别的佛度他，我还在替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，最后我才会成佛。复有人言，如若能以一毫滴无量无边阿僧祇诸大海水悉皆令尽，所以就像这个无量无边的大海水，你一滴一滴的让它最后没有，这个要多长的时间，乃至无量无边阿僧祇世界都变成末为灰尘，最后都变成灰尘了，那总共有多少水呢？总共有多少这个 灰末呢？如是念念次第常不废忘菩提之心吗？就是百千万劫的时间轮回受苦，你都还保持菩提心吗？就是菩萨戒的内容，菩萨若闻是语，不退，不会退转，不后悔，欢喜踊跃，这就是我的生命，勤修精进，作如是力，我得善力，因我故令无量无边阿僧祇世界众生永离众苦，所以我永远这样不废忘菩提之心，所得到的善根利益，因我故是为了让众生离开痛苦，菩萨或护作是念，后面这句话各位能够背了，我当代一切众生受一切苦，普令众生离一切苦，悉皆究竟无余涅槃，然后我当成无上道，那这个非常白话了，无余涅槃那就是已经进入永远涅槃的快乐的状态，乃至安住在空性，菩萨要有这个承担，那最后呢他才成佛。反过来我们再念一下，所以各位这个华严经，太殊胜了，很多大乘经典各位经常这个经名都听过好多次，你千万不要忘了整本把它读完好不好啊？这些太重要了，念一下华严经离世间品，佛子菩萨摩诃萨发十种普贤心，何等为实，所谓发大慈心救护一切众生故，发大悲心待一切众生受苦故，发一切施心悉舍所有故，发念一切智为首心，乐求一切佛法故，发功德庄严心学一切菩萨行故，发如金刚心一切生不忘失故，发如海心一切百净法悉流入故，
发如大山王心，一切恶言皆忍受故，发安隐心，施一切众生无不畏故，发般若波罗蜜究竟心，巧观一切法无所有故，是为时，若诸菩萨安住此心，即得成就普贤善巧智。普贤的意思是永不退转，永远的精进，永远的行动，所以叫普贤。他不但如此，不但不退转，还能够把事情做得很好。什么事情？就是救助众生都给他做得很圆满，叫善巧智。所以佛子就是说，发菩提心的菩萨都叫佛子。菩萨摩诃萨不但发菩提心，各位还要思维空性，永不退转，所以叫摩诃萨。那所以大菩萨都会发出十种的普贤心，嗡三昧耶萨多梵。所以嗡三昧耶萨多梵就是具足所有这种普贤心，乃至普贤菩萨的功德。何谓第一个发大慈心？慈就是要给众生快乐，不让他受一点苦，所以要救护一切众生故。所以各位，我想各位每天活着，人家问你，你为什么活着？早上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救众生，你打卡了。上班是为了救众生，读书是为了救众生，救护、保护，还要保护他，不分别的所有众生。第二个发大悲心，那刚刚讲过了，什么叫悲心？承担众生苦，把苦纳在你身上叫悲心啊。悲心不是嘴巴讲的，悲心是一种你在烧，我被你，我代替你烧，你要下地狱，我代替你下地狱。所以要有承担，因为你不这样做，你断不了我执。我们现在不敢做，因为我怕痛，那你就没办法。所以你要各位要修到愿意，而且可以做得到，待一切众生受苦故，发一切私心，要只要众生有所需求，只要你有，你就要完全布施，悉就是完全布施所有你拥有的一切，满足众生的需要，发念一切智为首心。那虽然我们做了这么大布施啊，救护众生，承担众生苦，目的呢？目的就是要成就佛陀的智慧，这样你才能够圆满帮助众生。所以要发念，也就一切自智相应作意。比如说，各位做什么事情都是不离开为了成佛的心而去做，但是成佛的心才能够真实的圆满的去普度众生，所以要念这个，不要比高比低啊，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做事，要用佛的思维。所以要求一切佛法，所以你要了解一切，你就像一个医生好了，没有一种病你不会医啊，那是世间的医生，那是最圆满的。但是成为一个佛陀，没有一个众生你不会度，调御众生啊。所有众生你都可以帮他离苦，这样去追求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。再来发功德庄严心，所有功德要万德庄严，没有一样功德你不会或做不到，所以要学一切菩萨行，并不是说我只学地藏菩萨，我只学观音菩萨，所有的菩萨道的内容都要会。甚至现在这个世间有很多做善事的人，那这些善行我们都要随喜，甚至也要去实践。发如金刚心，金刚就如如不动的意思，一切畜受生不忘失故，不管你投胎在什么样的环境境界，你都不忘失我是为了利益众生，为了圆满佛陀的智慧而来。发如海心，一切白净法须流入故。所以各位啊，当然教授只要有一颗专精，成为教授，成为博士，就像诺贝尔奖是颁发给某一样专项啊。但是菩萨不一样，菩萨是万法，一切白净法，
那白净法就是佛法利益众生的方法，与空性相应的，你通通要会吸流入，啊，要这样去吸收一切，活到老学到老，生生世世学习帮助众生的方法，不要偏来中来派。只要能够帮助众生，就像我们办一个法会，从冷气啊、音响啊、灯光啊、时间啊、便当啊、排座椅啊、花啊，些你通通要缺一不可啊！发如大伤王心，为什么？一切恶言能忍受故。各位，这个要先练习啊！所以你现在你要站在十字路口，每个人都来骂我一句，这样吐个痰再走。OK， 那你要接受，你要先决定好，你不能说哦哦，你怎么这样讲我？两个人在那边打仗了，变来变去的，那这没办法，有比高比低了。所以要像大山王这样如如不动，一切恶言悉忍受故，法安隐心，施一切众生无不为故啊！要让所有众生平安快乐。啊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予什么。那现在我们大家还没有那个福报啊，还做不到。但是你要观想，佛做得到哦，满众生愿，地藏王菩萨的如意满愿宝珠，准提菩萨的满众生愿。那但是你要学这个发心，求佛菩萨帮忙去满众生愿，嗡夜愿啊，上不啊，瓦子来吼啊。乃至呢，南无萨瓦当那格达巴耶比熊摩格贝萨瓦当啊，悟感的一门，你要一直去观想满众生愿，跟念辩识咒，南无萨瓦当那耶朵，上不来上不来，哇，这个无量无边的妙甘露，那么娑罗波耶无量无边的妙甘露水，那么波揭发地无量无边的药物啊，嗡贝亚萨瓦那耶说啊，哇，这个是鱼宝陀罗尼，你要经常观想，你走到哪里都要对整个世界。就像我经常坐飞机，我天天念这个。我坐飞机啊，你要借这个机会，太好了。从东部飞到西部，经过大海、陆地这么多国家，然后你就要一直大布施，这样观想啊，那你的心态就越来越纯熟了。然后佛菩萨再加上加持，那个地方就不断的改变。就像各位今天自我功德力、自我益乐力，用菩提心来清净所报关斋戒。来念普门品大悲咒，现在要读诵大乘经典，最后我们要把完全的功德能够普施给众生。再来发般若波罗蜜究竟心，那你要了解一切，所以巧观一切法无所有故，所以各位不要放弃什么，跌倒生病看到什么，你都要善巧方便去了解 这本书这个花本体它怎么用啊？在善巧智怎么样插得更好？今天这个法表阿弥陀佛，明天那个法表地藏菩萨，后天这个花这个法表忍辱，你要表法啊。所以万法都是佛法，所以对外对内你都要能够了解。这个般若就是微妙甚深，能够帮助众生，叫波罗蜜，自利利他，究竟圆满的心态。是为时，若诸菩萨安住此心，即得成就普贤孝善巧智。来，当愿众生得普贤善巧智。对呀，他，班长者呀，阿瓦波达，那也说哈。所以各位，你想想看，就光一部《华严经》，能不能一辈子拿来修行啊？那你就很认真的。这样去修行啊，也不是光一步，假设这只是一个比喻啊，然后你要参考各种的经啊论啊，然后我们要产生行为实践，叫戒律经律论啊，不是说光研究，不是做一个读书人学问，而是一种慈悲的实践。好，把它全部念完就下课了，念一下来。佛华严经离世间品，佛子菩萨摩诃萨具足大悲，不舍众生，待一切众生而受诸苦，所谓地狱苦、畜生苦、恶鬼苦，为利益故不生劳倦，为专度脱一切众生，
未曾沾染五欲境界，常为精勤灭除众苦，是为不由他。